看看我老家的菜园子。这庄稼长得真快呀，特别是这小菜。我看那几棵大菠菜老好了，那几棵大菠菜，嗯，是吧？你薅着拿着吧。哎呀妈呀！明天我薅点小菜拿。搁这没人来，没人吃了。你看着了啊，我刚才说呢，我说这菜要在咱那块都能卖了，这都是那啥多好，还卖的贵呢。我跟你说老，你老说能卖几个钱？你看，在你们眼里的菜都不值钱，老你知道吗？但在俺们城里头，这样的绿色食品老值钱了。老，你知道就这菜在俺们那叫啥吗？这是有机蔬菜，老贵了。就比如说普普通通的菜3块钱一斤，那有机蔬菜都能卖到30，真的好都能卖到30。你上那百货里都给你包装的，籽儿包籽儿裹的，就卖那么贵。有机蔬菜，你看这条水萝卜，我又扒，你看，嗯，像大脑瓜崩不？像。这车也都没人玩，你几天就扛了。是，你们看我现在就是，那个筐的那些，我还没有往上出人。这往洗了，我有点吃不过来了都。等晚上吃烤肉，我就使劲整这番菜包。吃不来了，这有，那就使不了的一只。这假这块有，你要愿意查的话，等这块出来你再查。带一位男士回来的目的明确不？除了开车送我们之外，还得过来干点小农活。十月一回来八包米。这样啊，这有一颗。你得那四个一对，四个一对。那你穿吧。那没事啊。那不用管那个了哈。嗯。那个不用管了，你得给它插上。拿着你插一个。嗯。你还查呀？你来查了，我给我那天照亮了，照亮查了还不行。你再查一根架条，你坐那喘10分钟。你要不整，我个个也能整啊。我整一个铁橛子钉眼儿。啊，对。完了，把那个架条再插里头。嗯。一个小葱是好吃的，摘没想摘。来一个。这个是吗？是对。哎，这地真好，贼香。你老都给我拆了，重绑的。什么意思？他嫌我绑的不合格呗。七扭八正的，你看这架长了吧？你这么倒寸子长，一看能一溜。他这么歪一个，那么歪一个，他嫌我绑的不合格。啊，我刚才说帮我老走老朱不行。我干活我就觉得我都够那啥的了，认真的了。那你在你老跟前给你翻工了。嗯，那我更白扯了，我还远点看着。你干活老多自埋，你干活我更看不上。老二跟我说你插，你这插棍插的不好啊，快说。棍插的好，插的行吗？老行，你再留着点，再有这样活我们把它叫回来干。我有的是账边有事，是吗？管着点儿，这黄瓜，这死不拉活的。今年黄瓜都不好，普遍都不好。哎、咱家菜园种的也不好啊。嗯，不知道今年咋，拿一根。今年这黄瓜就是不行。那我再再插一根儿呗。插一根呗。我得好好看看我姥爷技术活咋干的。我也得帮助。我老说他绑错了。你在旁边吓的，不干活。人家干快茬的都四个一桌的。不是有一个单科的，我记得。嗯，那都没事。有一个单科的。茬不行，反攻。刚才老夸我了又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，老说茬不行。老说他种的不行，种的不在科上，你架条不好架。我这都瞅一眼。在我老的指导下，我终于不是一个废人了。不是你不说话挺好，干活吧。
绑绳再不会。我老说得两个两个一起，是不是拉？对，是那绑的结实。像对吗？它绑不结实的。这都是技术活。我们家传女不传男。你家好没有男生？有啊。谁呀、啊？我哥呀。梦瑶啊，金明啊。我记得你好像姓马。我们家不管姓，只要是亲戚就行。老二捡着就。大功告成，李哥，走，我带你上我老家园子找宝去。还有你带我？我领你上那边去看那个细心那个籽儿，老好玩了。怎么玩意？细心药材，完还有黄花菜。往前走，不去，走，不去，我不想看。哎，我身体很诚实，还想去。这大菠菜都长这么大了，这花不能吃吗？这个可以啊，黄花菜吗？对啊，都开花，你看开那么多了，你吃过吗？我在农村也待过，但是我没吃过，就从小我妈他们家酱我都不吃。这玩意开花了也能吃，没开花也能吃。我问老，嗯，这里啊，这是好看呐。嗯，这边全炒入药，啊、上秋了就抠下来，连那根儿连那个叶儿都能卖钱。哦、啊，全种这玩意儿，种什么苞米了？这得好几年能长这么大。这个现在不太成，刚有点要成，成了是黄色的这籽儿。嗯，这刚要成，那底下全都是。嗯，这叶子也值钱，根儿也值钱、嗯。对，这一片这都是三苞米，都老了。往里走。带你溜达去，还有你带我溜达，你想溜达我就夸夸的一顿走。那里边有芍药花，我老还问呢，说是不是开了？这是啥呀？李子吗？我老刚才还问我呢，说芍药花是不是开了？这刚打骨头。对，跟他妈说一声，问问他妈，咱把这个种弄出来多好啊！你管他花期长短呢？那个要开了。这个呢？不是那个。那个对啊，里边这个已经开了，没有，没展开呢，展开可漂亮了，很香哦。这花美男是这样吗？哎呦那玩意儿，你刚才那时候就是什么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，花美男不就是这样吗？我居然发现了两颗还能吃的三苞米，哎呀哎呀，还顶上挺嫩，哎呀哈，就是这顶个愿意招蚂蚁，看见没？这是我在园子里转一圈的收获，三苞米，稍稍有点老了，但不耽误吃。嗯。